常斯文高贵的，现在是比较怎么说呢，比较随性一点点的搭法，一样是搭得到 linen 面料。我身上的卡其色、白色、黑色，还有就是 golden beige 四个色 ，OK。之前有用过这一个面料了 ，OK。转后面就是绑一个 ribbon 这样子的款式，上衣的长度是够长，给你们搭一样搭得到啊。这个呢，我这样子的搭法就比较韩系日系的搭法，因为你看韩系日系他们都会选择这样子比较冷色系，然后比较素的搭法，比较怎么说呢？比较斯比较。没有这么花俏的搭法就对了。我身上的是卡其啊，搭回同一件半裙啊，助理是搭回我们不同的风格，完全不同。你不能穿得太啊，但是感觉你的搭裙好坏。你看啊，真的都是同一个不同的感觉啊，可是完全是不一样风格。我这样子的风格搭裙是比较高雅、比较 stylish、比较时尚的配搭，然后主播这个是比较日系、韩系、比较素的配搭，比较居家的，比较居家。看到没有？OK， 我身上这一件上衣，所以价钱是有不同的。这一件上衣价钱只是59，它前面就是简单的这样子的桌子 ，OK， 它的桌子也是属于啊整齐的啊。它前面这边的桌子也是属于整齐的桌子，后面就是这样子一个 ribbon 这样子来绑，然后上衣是属于直筒 free size， 应该是说只要你的上围啊没有超过。104 SML 或者是小 XL 的顾客都穿得到，没有弹性啊，因为它是属于 linen 面料，然后这个 linen 面料是属于好的，因为之前有些 linen 面料，有些顾客说这个 linen 面料它不会有那个海扫扫粗粗的那个感觉，不会啊，这个是好的那个 linen 面料。其实你可以选择绑 belt 啊，如果你把 belt 绑在外面啊，这一件是非常好看啊。我绑一绑给你们看，给你看。收到非常喜欢，对，我知道这是着用面料来的。这面料啊，之前我觉得这件啊，把腰带绑外面比带一圈更好看。对对对，我建议说穿法把它绑腰带在外面再搭。来，给你老师的感觉啊，非常斯文，不是老师的感觉，是非常非常斯文，就是没有这么花俏，比较端庄。For 那些 CEO 啊 COO 啊，不可以穿太花俏的，你这样子来配搭。就是把 belt 绑在外面，就形成了一个 bottom top 这样子，加上可以遮肚腩 ，OK。所以说，我身上像主播这样的搭法是不同的感觉，好看。compare 你搭印进去哈。转后面是这样子，现在就是把上衣拉出来，把 belt 绑在外面，就是 for CEO 啊 COO 啊，不能穿花俏的，这样子来配搭吧，这样子来配搭。卡其色，我就换白色给你们看先。所以说这个上衣要绑别的颜色哦，不要、啊、这个上衣只要你们下单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都可以哈，没有问题啊，都穿得到哈。所以说我就建议说就这样子搭个裙子，然后把腰带这样子绑在外面 OK 就好了，就是说没有这么的有约束，因为你搭衣服拉来拉去很麻烦，对我来讲是非常麻烦，搭我就这样子就好了。上班也一样非常的端庄，风格完全是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加了腰带点缀，那么整体就是说没有这么的啊，没有这么的单调，却有点小点缀在腰间这边，然后三七比例也层次也分明会比较明显一点点。所以上衣下单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，穿上去都还有空间哈。那么穿在我身上是有这么多的空间的哈，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说没有超过106都可以，这么巧106我还是有106的空间给你们哈。所以说 SML 小 XL 顾客都可以穿得到哈，价钱59就可以带走了哈。四个色啊，这一件上衣有四个色 linen 面料，讲真的 linen 面料59是非常划算，基本上你外面找啊 linen 面料59是不可能的，可能还要乘2啊才可以买到一件啊，现在只需要59，你黑色包给我一下 OK， 只需要59。白色如果你问白色会透吗，基本上它的厚度有在那边，可是还是那句话啦，你穿白色的时候建议内在美啊，穿一裸色系就好了。像刚才助理讲的，讲真的，你把belt绑在外面这样子来搭，它整体看起来它就是上衣比例分明比较清楚，然后加上整体穿起来它就很舒服就对了，有款式，然后又非常遮肚腩。所以如果你要穿这样子半裙配搭这件上衣，不要答应的话，把belt绑在外面这样子来配搭。我身上穿的是白色，
白色 off white 啊，不是 pure white。像他讲的，他前面这个桌子是整齐，然后袖子一样是有公主袖桌子，圆领刚刚好 ，OK。后面就是绑一个 ribbon 去哈，很斯文的这样子穿，非常斯文啦。他很简约的上衣，所以说我想不要大衣，你们一定像主播这样子把腰带绑在外面，然后你可以搭着半裙，这样子很好。上班穿就是很端庄的那个感觉 ，OK， 比较比较稳重啊，比较稳重的那个感觉，配我们刚才那个坐后款呢，它的感觉是比较 stylish， 比较 stylish， 然后比较时髦，这个是比较稳重的配搭。OK， 啊 ，Christine， 你的是 JSK 十一黑色 XL， Helen 上衣卡其 ，Chris 啊，还有 Christine 一样上衣聊黑色，说 Emily 你的上啊，你的半裙白色 XO 了。是除了黑色，希望三个色都是比较，其实黑这种款式确实是很日系、韩系的一个对一种风格的款式来的，这个款式。来，我搭回了，我现在身上穿的是 Golden Mesh 啊 ，OK， 金米金米色这样子的 Golden Mesh。其实你衬回刚才我们那个西装裤，我其实可能我换一个西装裤，那个西装裤也是可以的。对对对，就说最深的颜色啊，这个上衣有我身上的黑色四个色啊。那么呢，如果是说选色的话，我可能觉得黑白你们选一个吧 ，OK。然后是主播身上那个色跟这个它是比较同色系，你就二选一 ，OK， 二选一哈、啊。然后就说这样子的上衣它是比较简约，那么呢简约的风格呢，就是说会有一种百看不厌，不会就是说你一直 repeat 穿哈、啊，就会觉得好像哎你是穿同款的款啊那种感觉是不会的、啊，所以属于一个比较简约大方，然后它是偏向日式韩系的一个配搭上衣哈。来，配搭裤子一样是配搭得到的 ，OK， 上衣的裤呢 STN38，价钱只是59。linen 面料59是非常非常划算的，尺寸跟助我和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下单，打扣和你要的颜色，基本上上围没有超过106是吗？对，106啊都穿得到。OK， 我身上穿的是 golden beige， 你要比较性感的颜色，你带走 golden beige。然后另外一个性感的来比较深一点的那个颜色就是这个卡其，还有就是白。应该说白和这些 beige color 啊，都是这种 linen 面料的经典颜色。最显瘦的话就是助理身上的黑色，你要大印肯定没有问题，长度有在那边，肯定大印得到。OK， STN38，还没有下单要加单的赶快。没有大印，整体没有大印，然后没有绑背的话，它就是属于这样子比较直筒的就对了。OK，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。下一个款是牛仔裙啊，这个牛仔裙的数量更少啊。OK，